OK，好的，我们就继续我们这里的教学。我们来看，就是这里的第三题，他就讲，这个是在第几？第50页。OK，我们来看，in the diagram，我们来看 PQR，还有就是 PUT are tangent to the circle with center O，O 是它的 center 咯。当然，这里把我 PQR 还有就是 PUT，原来 tangent 可把它不拉单，然后不扩散。OK，这样我们来看第一个，find the value of triangle，它就叫我们找它的那一个 x 跟 y 出来。OK，这样首先呢，我们就要这样子看，因为它有讲嘛，它说 PQR 还有就是 PUT，这里是 tangent，它说 tangent is center O，O 就在这里，所以变成哦，我们这个 O 这里对下来呢，这里呢是90度，因为它讲是 tangent，然后 O 这里对下来呢，这里也是90度。OK，那么我们现在就先看 PQOU 这个四方形哦，那么你这90、90这个50嘛，这样这个度数是多少嘞？我们知道说，因为你四方形的话啦，你四个度数加在一起肯定是360的，所以你就要拿360度去减这一个50，然后再减90、90，就说减180的意思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找到这个度数是多少。OK，那 OK，像现在我们拿360去减掉50，再减180，所以变成了这里是130度。所以这里是130，所以你看呢，你这个度数这里就是130。那么130的话，跟 x 有什么关系？两倍的关系吗？大家是同样的东西的嘛，但是是两倍啊。所以 x 的话，就是说我们 x 的话呢，就要拿130去除这一个2，两倍哦。所以130我们除2的话呢，就是65，65 degree，而南不入里面打着。所以 x 的话就是这一个答案了。所以我们第三题 A 啊，第三题 A 的话呢，就是这一个答案。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就这样子来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就是这一个 Y 这里。Y 的话，这个要怎样做呢？Y 的话，你要这样子看哦。因为这里90嘛，这里 tangent 这里也是90的，但是问题是这已经是60了，所以我们90减掉60，这个的话就是30度。这里30，这个65，这个 y 不懂，这样这个度数这里是多少嘞？因为你要这样看，因为这里是一个圆圈嘛，所以你要拿360度去减掉130度，减掉这个130就是这个了。所以呢，我们拿360减130，360减130，所以这里是230，230，所以这个度数啊，这个度数这里是230哦，230。好，那么现在你就要看一。1、2、3、4这四个度数就是 QSYO 这里，1、2、3、4这四个度数加在一起呢，一定是360度的。所以360我们减掉30，减30度，再减这一个就是65，然后再减这个不知道多少，这里是230嘛，再减230度。OK，我们就这样减1、2、3，可以就这样减，这样我们就知道它多少了。360，我们去减30，减掉30，再减65，再减230，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是35度的，所以 y 都要是35，那 y 是35，就这样看，因为你要这样看 y 再加这个度数230，再加65，再加这里30，就等于360嘛，所以 y 的话就是35。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就是第四题。In the diagram， 在这个图我们来看呢 ，PQR 呢 is a tangent to the circle， 就是 QSTU， 就是 QSTU。PUS 这样我们来看 ，PUS is a straight line， 是这一个直线。当然这里把我 PQR 也拉 tangent 可把它补了单，然后 QSTU PUS PUS。OK， 也拉 guys rules 是这一个直线，它叫我们找 x 跟这一个 y。OK， 首先呢，第一个步骤我要先跟你讲，就是我们先看就是 TSQU 先，因为你这105，你这个度数肯定是75，为什么？因为105加75一定是180，这是肯定要的。所以呢，我们拿180度去减掉105度，就等于 75， 所以这里是75，我们这一个是这一个75度。这里的话就是这一个75，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就要这样子看，这里是30度嘛，所以这个对下面这里也是这一个30度，那么接下来 x 是怎样？因为这里是直线，所以呢，我们要拿180度减30，再减75，减掉30，再减这个75度。OK，
好，我们拿180减掉30，再减75，所以这里是75 75 degree， 所以这个 x 这里就是这一个75，这样我们找到75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到这一个y 这里。 y 为什么是45呢？你要这样子看，因为哦，这里是一个三角形， PSQ 是一个三角形。 OK， 你看 y 在这里吗？S 这里30度，这样这个呢，这里是75跟30嘛。 OK， 你看不懂我画给你看，就是这样，就是说这里是 P， 这里是 Q 哦，然后这个是 S 啊，这里是30嘛，他写的30，然后这个是 Y 嘛，我不知道多少，这样这个度数哎，这个度数就是拿30再加75哦。 OK， 如果是30再加75的话是这个105，就是105，这样这个 y 呢，我们就拿180度减105，再减掉30度，就是这一个 y 了。180我们减105，再减掉30，所以这里呢是 45 degree， 45度，所以 y 就是45哦。我们就y 是45，对啊，对，就是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翻过去，我们来看第51页。OK， 这里的第51啊，就讲 Draw all the common tangent to each of the following pair of circle。 它说呢 Look at some more tangents when you cover the step pasangan bulatan berikut。 这里有1、2、3、4、5、6，这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课本，我就给大家参考一下课本，你们可以打开课本哦。课本就是这一个第几啊，我们的课本第157，所以你可以去看课本的第157，每一个 pattern 呢都是在里面呢已经是做了给你的。 OK， 你可以参考，就是这个课本就是第157，这个就是你要画的。 OK， 首先就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ommon tangent？ OK， 他就画给你看哦，这个这样子，它的 common tangent 这里，然后接下来这个是这样，这个的话是这样，然后这个也是这样，然后接下来这个，然后这个跟这一个，所以这里有1、2、3、4、5、6、7七个 pattern。 那么这七个 pattern 呢都是在我们这里了，这样我就不做了。 OK， 你可以去参考回157就行了。 OK， 等下我再传一传课本的第157啊，对对对，课本的第157 157， OK， 就是157了，你去找了OK， 就有了，马来文、英文都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就是这一个B 这里。B 呢就讲 Given O and C at the center of the two circle, complete each of the following。 他就叫我们呢做下面的这一些咯。OK， 就讲他说呢 Liberate O and C ialah pusat dua bulatan lengkapkan setiap berikut。 他叫我们做以下的每一个，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要来看就是这里第一个的话，你看他说 common tangent tangent subunion， 这样来看大家一些 tangent 有 HK， 然后 EG， 然后还有就是 FJ 这里，所以就写 HK EG， 然后就是这一个 FJ， 那么你讲 JFK 吗？可以，没问题的。不，通常呢我们是照着 alphabet 啦 F 才到 J 嘛。 OK， HK 的话我们要看 HK 的是等哪一个，HK 的话就是这一个 EG 咯， common 的 EG， OK， 就是这一个 EG 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第二题 common tangent 的话，第二题的话呢就是 RS 然后 PQ 哦。 OK， 我先写 RS PQ， 然后接下来就是 TU 跟 VW， TU 还有 VWOK，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 POC 再加 OCQ， 这样你要看 POC 就是这样，这个度数，哎 ，sorry， 我不应该这样子画，因为也是90度嘛，再加 OCQ， OK， 我们来看 OCQ 这里对上也是90，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180度。OK， 好，那么接下来呢，看这个之后，我们就来看这一个第三大问题 ，common tangent 的话，这样我们来看。就是 TSR， OK， TSR，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PQR， OK， 这样就写 PQR。 那接下来去看 POR， 我们的 POR 就是这里嘛，看到吗，它的 POR， OK， 会跟哪一个会等于呢，就是跟 QCR 一样，所以呢就写 QCR，
所以呢是 POR 就等于 QCR， 就是这一个 QCR 这样子。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翻过去，我们来看第52页。 OK， 我们来看就是这里的第一题。The diagram shows two circles with respective center O and C. O 跟 C. A B 呢是 common tangent to the two circle. Common tangent 的话就说你这里是90了咯，这里的话也是90了。OK， 他说呢 Roger dibawa menunjukkan dua bulatan yang masing-masing berpusat O dan C. A B ialah tangent sebenar kepada dua bulatan itu. 他说 A B 呢是他的 tangent sebenar， 所以就变成说你这 O A 这里吗？然后 BC 这里，所以这个90 90。那么如果要找 X 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咯，因为1234加在一起360嘛，360减90减90就180， 180再减80，那 X 的话就是100了，所以答案就是100了。诶，我没有想要算，我没有想要那个算槽。 OK， 你可以这样子做，就是拿我们拿360度去减这个90 90，OK， 然后再减掉这一个80，你看呢，360减90 90就180， 360减180的话就是180嘛，180再减80的话就是 100 slots， 所以呢第一题就是100咯。 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第二题啊，就讲 in the diagram， 在这个图我们来看就是 ED 然后 CD tangent to the circle with center A and B， OK respective DF is a common tangent， DF 是 common tangent to the two circle， OK， 当然这里八万，我们来看 EDCD 这里 masing-masing ialah tangent kepada bulatan berpusat A dan B， 就在 A 跟 B 这里，然后 DF 的话 DF ialah tangent sebenar kepada dua bulatan itu， find the perimeter of pentagon ABCD， 他叫我们找 ABCD 的 triperimeter， 找它周长A B C D E 啊，这样子。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看呢，你 A 这里哦，哎，等一下 ，B C 它是它 radius 嘛，它的这一个 radius 的话，就是我们讲 angularity， 所以这里5 cm， 这个也是 radius 嘛，这个是5 cm。OK， 我们就来这样子看。所以你这里啊，你 OK， 我们就我们来简单来讲啊，就是 B C 它的这一个。BC 跟 BF 啊是一样的距离来的，大家都是 radius 啊，都是它的这个 radius， 所以你这里5这里也是5哦。那么接下来 AF 也是 radius 吗？ tangent 也是一样吗？大家是 common tangent 吗？他讲就是5哦，所以你这里也是5哦，5 5 5 5，这样这里8这也是一样的，因为他讲大家都是这一个它的 common tangent 嘛，对不对？它的这一个就是tangent 这里，所以整个的话就是5，你看啊，五加五加五加五，五四就20，加八加八，啊，所以你可以五，我们去乘一个三，你不需要写五次了，这样很麻烦。OK， 我们就是拿五，我们去乘一个四，因为1234。OK， 然后再加88，再加八，再加八，所以就是5420，再加八26，那么就是36 cm， 所以36啊，所以这是第二题的话呢，就是36 cm。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就是这里的这个第三题啊，就讲 The diagram show two circle with respective center M and N， M 跟 N 在这里， PQ 的话是 common tangent to the circle。 Roger dibawa menunjukkan dua bulatan yang masing-masing berpusat M dan N。 那么我们来看 PQ ialah tangent sebenar kepada dua bulatan itu。好，这样我们来看第一个，他叫我们找 MN 的长度。 OK，MN 的长度要怎样呢？像现在呢我要画出来给你看的。 OK， 来你们先看我这里。 OK，MN 的话呢我们就在这里，你看这里一个倾斜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跟它做一个像三角形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 OK， 我们就这样子看。 OK， 我们就这样，所以变成呢我们就是 OK， 我先这样子画给大家看。OK， 你看呢，你这里到这里是10 cm， 就是10 cm， 就是因为 PQ 嘛，跟这里，哎，我画不完，这干嘛？就是在这里画到来这里，就是10 cm。那接下来你这里到这里啊 ，P 到 M 是8，然后呢 ，N 到 Q 这里是6。如果我们8减掉6还有2，所以这里是2 cm， 所以这里到这个是2 cm。OK， 好，那么接下来他叫我们找就是 MN 的长度。OK， 如果你不太明白的话呢，我就跟他画出来，这样你就会比较明白这个这样子意思，我就跟他放大它，这样你就会比较明白它这里的意思。
OK， 我们来看这里的话是 M 吗？这里的话是 M 吗？这样这个他没有给我们什么吗？这样我就给他一个 maybe 就是一个可能是T 啦。OK， 我自己给他，我给他这里呢是 T， 那这个度数是在这里。那么 MT 的就是刚才我讲的 2cm 哦。然后这里到这里 TN， 因为就说你这里到这里是等于 P 到 Q 的，所以是10的。OK， 这样我们的直角呢是在这里。他现在叫我们去找 MN 的长度，那么 MM 是 hypotenuse 是直角对过去最长的那个嘛，所以呢我们就是拿10的 square 再加2的 square， 10的 quadrature 再加2的 quadrature， 然后我们再做就是 square root， 再做就是这一个 puncture。 10的 square 呢就是10就是100咯，就是10乘10的话是100，再加2是104，所以变成就是这里104。那104之后呢我们再 square root 就是puncture， 所以你会拿到 10点，它是给我们 10.198 啦，蛮多，所以 10.198， 但是如果拿一位小数的话就 10.2， 所以是 10.2， 那答案呢一样 cm。 OK， 好，那么接下来要找这个 x 的话呢，就说你要找这一个度数，这个 x， 那我们要讲呢20，然后这里又有 10.2 呢，这个是的时候你要用 sin cos 跟 tangent， 看你自己要选哪一个。所以呢我自己用了 tangent， 你不用 tangent 的话你用 sin 也是可以的，这样我用 sin 或者是 cos， OK 我用 sin 啦。这个就是等于它的这一个 x 的度数会等于拿 opposite 就是 10， over hypotenuse 是 10.2， 就说拿 den down per hypotenuse。 OK， 这样我们讲，其实你用 tangent cos 都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就10去除 10.2，然后接下来再 shift， 我用 tangent shift sin 嘛，所以这个就是拿到 78.63 度。 OK，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答案，因为它要 minute degree 跟 minute， 按这个，按这个圆圈逗号逗号这个 78.38， 所以就是这样 78， OK 就是38。 诶，我拿38， 10去除这一个就是 10.2，然后接下来 shift sin， 那这有点不太精准哦。78.63， 78.38， 它的确是这样。OK， 38。那么如果是用 tangent 呢 ？OK， 我们来看 tangent x 的话，就是你 tangent 是 opposite 就是十 ，over 呢就是 adjacent 的 sebelah 是二，所以十去除二，十除二的是五，然后再 shift tangent。会拿到 78.69， 这样按一次，诶 tangent 比较准哦， 78.41， 就是 x 的话就等于 78， 然后41，跟这个一样哦，可以这样用为 tangent 哦，因为这个 sin 它有点，这里哦，有一点点小相差。OK， 好，来，这样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一个就是第四题。The diagram show two circles with respective center O and C， O 跟 C 这里，然后 PQR 还有 TSR are common tangent to the two circles。 Raja Dibao Nujukan Dua Bula Danya Masing Masing Bapusa O Dan C PQR 还有 TSR Yala tangent sepunya kepada Dua Bula Danya Du。 他叫我们找 QCR，就是说你要找 Q、C 跟 R， 那么你要这样子看，因为你这200度嘛，所以呢我们拿360去减掉这个200，就是160。160是这个，但是因为中间这个你要平分，所以你160我们去除这个就是2，所以这里呢是80度，所以这里变成呢是80，然后这里呢也是80，这样你这个80这里也是80咯，所以变成 QCR 就是80咯。OK， 然后接下来叫我们找 CR 在哪里，就是CR 这里。 OK，CR 的话这里是5啊，这样我们可以用，我用 cos， 那如果你不用 cos 你长，哎，等一下， CR 的话因为你直角对过来在这里嘛，CR 的话是 hypotenuse， 所以一定要跟 hypotenuse 有关的，你用 tangent 就不可以，你可以用 sin 或者是这一个，然后接下来这一个5啊，5是在这里哦，所以 hypotenuse 对过去不可以用 QR， sin 又不可以，因为如果 sin 的话它要 QR 要 opposite 就等当，所以不可以 tangent 也不可以，要等当不可以，所以你只可以用 cos 的话呢是80度。OK， 会等于 cos 的话呢是拿 adjacent 就是 CQ， 不是 sebelahan 就是5哦，
在 over 我们的 hypotenuse 就是 cr， 就是这一个 cr， 所以呢我们的 cr 就等于5去除，你拿5去除 cos 80， OK， 拿 calculator 5去除 cos 80， 所以答案是 28.79 对于 28.79 的 cm， 答案就是这样。OK， 就是这样。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那么之前呢，上一堂课的时候，老师是教大家呢做到完的，就是这一个第六课。我们还有53、123，然后45，还有5页的习题是还没有讨论。我上一回是教大家做到57，那假设你还没有做到57，就赶快咯。那么如果你已经做到57的话，就今天没有功课了。OK， 好，我们就讲到这。我们要先讲完这里，才可以进入第七课。好的，拜拜。